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裙子给你掀喽。今日は青のストライプか。他只要再往上上一步，他没有异技能他就死，关键他不上了，这人没事。哎，你们这挺有意思的，那 buff 都不打就来抓人，你是不觉得你能跑得了？这他怎么跑那么快呀、啊，灵光逼风确实没办法，不过这人是真恶心，那 buff 都不打，二级直接抓上，那他玩个游戏可真厉害。干净，哦呦，点烟给我套上了，剧中可以捡一个，可以啊。还行，小捡一个，救一下。直接给我把 Q 死了。我好像是有点够呛了，兄弟，拼肯定是拼不了了，现在没法拼了，不要再上路打。你再上路跟他打什么？我都连六都没有，你再上路跟他打，你这不能打吗？你跟我玩呢是吧？真是他妈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这边不跟他打也不行，他塔下他们俩必枪杀我，那打野100%枪杀我。哎呀，你妈了个逼的，刀都补不了。这么装逼，我塔下放烟，我别让他传就行了啊，加油吧，别死就行了。太装了，技能随便放。不大我，我以为他要大我，我寻思我闪现躲一下了。这居然是预判了我的预判。明白了，我这劣势太大了，我这有点玩不了，没法玩。怎么挂到我的？这是没有个人吗？连个人都没有吗？我操！哎，拉倒吧，守基地吧，守高地吧。还上啊？不能上了，没有伤害了，女警。哎呦，不行了，伤害不够啊。塞拉斯也起飞了，美甲窃魂卷。
还行吧，这装备可以接受，算是可以接受。爬个邋遢，别急啊，好送啊！我为我们家队友啊，献上一个死刑宣告。怎么就装成这个样子？这是，哎呀 ，Q 差一下，他的 W 比我的 Q 快。梦魇再怎么猛，他也不能这样玩呀！这一个人打好几个能行吗？别乱吧，有点乱了。能打呀，能打，能打，能打！先干的刘，不行就把刘头杀了，往后拉来，阿卡丽是吧？来杀杀杀塞拉斯，塞拉斯没技能，大龙能打吧？大龙大龙大龙翻了，四打五还打，先打龙吧，啊！我说实话，先打龙吧。你先看，你看那凯隐那熊样，他会能像能抢下来龙的人吗？那凯隐那熊样，别打了，要我说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不能再打了，这现在是我们的回合，英雄联盟就是回合游戏。神经病，装逼，太他妈装了，不知道在这装些什么玩意儿了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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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飞。好顶，给我个盾，上当了。给我全杀小龙。事实证明，即使是职业哥，有的兄弟说他是职业哥，也没有办法一v五，还是团队游戏啊，可以飞，你飞呢？恐惧了，你打吧，我上去支援一走梦魇，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这波能打。跑得快呀、啊！云景死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能打能打，为什么梦魇儿全死了？黑切炼金朋克巨剑，梦魇这么硬吗？他没听雨儿，他打不动。你们给我顶住！我化身为萧护，我马上到，兄弟们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！先杀波比，再杀阿卡丽 ，AQ， 我再转， nope. 哎呦，没转出来，啊！我应该早点转的，我转慢了，我。你们能想象到吗？我前期一个崩盘的人，现在
等级也撵上来了，刚才是1000块钱啊，我刚才是1000块钱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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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柱哦，不要飞，别死人，等我一下，草狙先把这个塞拉斯给他办了。哎，你往回走啊，这还不出来，跑得真快呀、啊、不行，追不上。龙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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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把龙魂拿了，先把龙魂拿了，然后再拿大龙。梦魇跟个铁人一样，装备好，他16级，他等级高，这波不能被抓啊，这边得等等一下队友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，波比往哪走，杀流，我卸手，你跟我打，我打不准回来双 Q， 没血了，我先把流收了。好，塞拉斯没事，这波比打人不掉血，你给我打死吧，黑野人！哦，点个赞吧，给铁人点个赞，铁人确实还行啊，铁人。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